春秋时期的老莱子，为了让父母过得舒心快乐，特意做了一套五彩斑斓的衣服，并且用跳舞的姿态走路，以博得父母的开心。三国时期，孟宗的母亲在病中想要吃鲜笋，得不到鲜笋的孟宗便跑到了竹林痛哭，他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几只笋便长了出来，母亲吃下做好的笋羹，病症竟然痊愈了。晋朝时啊，年少的杨襄与父亲务农时，突然遇到了猛虎的攻击。为了救父亲，杨襄与老虎展开了搏斗，最终啊，老虎被打跑，父亲苦口脱险。以上三个故事啊，都出自《二十四孝图》，是讲述有关孝的故事，是千百年来永恒的话题。畅想经典，畅谈美德，有请美德传送人。我是美德传送人康静，今天我把经典唱给你听，我把美德讲给你听。你说什么？想当初我爸爸死得早，有人呢劝你改嫁，你呀心疼我们哥俩年纪太小，没往前走，怎么着？如今后悔了是不是啊？哎，你呀现在走也来得及，可你头发都白了，谁要你呀？哎，你要愿意走啊，那你就走吧。Help!
是二十四孝了啊。哎，告诉你说，今儿个你就是背上四十八孝，我也不养活你，不养活你定了。名角儿传经典，戏曲颂美德。欢迎今天的美德传颂人康静，欢迎。您好，董老师好。康静刚才一开场为我们带来的是传统京剧，对李派的，对李派老旦名剧《金龟记》。哎，李多奎先生的拿手代表作了。对对 对, 对，是。哎，那我想问问，今天呢，我们的美德传颂人要为我们传颂的是《金龟记》当中的哪一种美德精神呢？讲的是我们《金龟记》中的这个孝。替，说到孝悌呢，我们会想到孝敬老人，对，友爱兄弟姐妹。是的，是的。这个康氏呢，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张轩，一个张毅。虽然都是他的儿子，但是呢，在孝道这方面呢，张毅做的是非常的完美。张轩呢，因为就是他当了官以后呢，基本上就跟他的妈妈就断了联系，跟他的弟弟断了联系，所以从孝悌他都不太具备了。所以对于刚才您的讲解，我们就会想到张轩，他既对自己的父母对不孝，同时也对自己的弟弟，对对对，后来没有友爱。张轩的媳妇儿王氏还毒死了他，还毒死了张毅。但是张轩呢，他是不知情，后来知情了，他也没有过多的，就是为了维护自己弟弟，对他媳妇儿做出什么也没有。所以我觉着张轩在后来呢，就是包公断案，削职为民，最后就是带着他的妈妈就回到孟津河，因为张毅死了，带着金龟放生以后，跟着他的妈妈最后是养老送终了。每次看到这个戏都会让我是特别的动容，也特别的感慨。要说到您在剧中扮演的康氏这个人物，他面对两个儿子，虽然说张毅表面上总说一些什么话，不养你喽，怎么样？实际上他是非常善良的，善良，特别善良，而且他很单纯的这么，因为他没上过学，康氏把最好的都给了张轩了，因为他是奉他的这个丈夫的遗言嘛，就是因为张轩从小聪明，而且很伶俐，就是让他去读书去。张毅呢，就是非常孝顺，就让他在你身边，过去都是因为家里穷啊，能供一个就很不错了，所以张轩也确实是争气，人家也是当了这个县令了，也是挺争气，但是呢他忽略了这个亲情。所以说孝悌，我就觉得你光有这个文化，但是你忽略这个亲情，如果你连父母都不能孝顺，你连兄弟你都忘，手足之情都能忘，你能当什么好官啊？就过去来讲叫父母官啊，有一个父母两个字。所以我就觉着还是围绕着就是孝悌这两点。我经常会听别人说康静啊特别孝顺，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我每年的生日我都会给我妈妈磕头，因为我觉着我的生日是我妈的难日，因为我是晚了12天出来的，而且我妈生我的时候旁边没有人，因为我爸爸那会儿就给我老婆去报信儿去了，身边一个人没有，所以我到我生日时候，我就每年都给我妈必磕一个头。比如说我在外地演出或者怎么样，我就会给我妈妈打个电话，或者现在有视频了，给妈妈来个拥抱。在这方面相对来讲我还可以，但是做的也不够。您看我
孩子也是从出生基本上都是我爸爸妈妈给带起来的。然后我记得当时咱们办的首届流派班，然后给京院打电话说让康静要准备交录像。哎呦，我说这个怎么办呢？我那会儿都快生了。后来我妈说没关系，生完了之后你啥都别管，我给你带。所以后来我复出以后演金龟记真的是挺难受的，泣不成声。所以为人母以后再演这个角色是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太不一样了。我知道康静是出身梨园世家，从小也是受家庭的熏陶和教育。就是我父母对我付出吧，因为我在戏校的时候那会儿我们都不能回来，虽然是北京的也不能回来。然后呢我爸爸就是每周三骑着自行车到戏校去，那会儿给我带的说白了就是改善伙食，酱牛肉炸酱炸好了那给我送到这个学校。然后我那时候就会提前5点钟下课吧，提前占一个练功厅，那会儿学生都去食堂吃饭了，我就是占好了地儿，然后我爸爸到这个课堂来，就是哎先吃，连聊聊这个在学校的这些情况。完了呢我就会小录音机，小橘黄的录音机就开始吊嗓子，就是把所有学过的唱段啊就让我爸爸听一遍，然后我爸会给我找这个感觉。因为那会儿没有电话，也不可能每天打电话，也没有手机啊，所以就完全就每周三真是过节，每周三盼着我爸爸去。但是我爸爸后来走的时候真的是都9点半了，骑着车再回家。有时候看到我爸爸那个就是那个背影，骑车那个背影走走走，其实我知道虽然我怕我爸，但是我也盼着我爸去。就是他对我从一小给我选择的这个行呢，选择老旦也是很严格的。怎么而且我爸爸那会儿跟着院团演出去，一出去我就发烧。我有这么一个，就是我妈说你怎么那会儿都考戏校了，只要我爸一出差我准发烧，可能就是这种连着心。对，然后我爸那种冲我笑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跟哭一样，就是让你那种感觉特别难受。所以有时候我就现在我有时候看我爸爸背影真是明显的老了。有时候因为我现在有时候教课没时间，我爸爸替我教课，教10多个孩子真的是气喘吁吁，有的那孩子围着他给他擦汗，背影一看真的是日渐苍老。您刚才说的父亲的背影，我就想到了朱自清的那篇散文啊，是是是，对，可怜天下父母心，是是，也祝愿我们的父母们永远健康平安，是是。那说到父母的话题呢，我们在融媒体端有很多的新媒体的网友朋友也有话说，咱们一起看一下好吗？好的，好的，来。好，来看一下，这网友叫猜猜我是谁说，叫张毅唱到了24孝图中的典故，康静老师对哪个典故印象最深呢？比如说我们教张毅里边第二段有几个贤孝子，这段就其中杨香打虎，一个老虎就整个把他爸爸给扑住了，然后这个杨香并没有退怯，他并不是说我去找人家，那个时候来不及了，所以他非常勇敢的他就掐住那个老虎脖子这块给老虎弄的威气就松开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能够临危不惧，而且他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哪怕老虎回来吃我都没事，一定要保住他爸爸的这个命，真的是很感人。我老说这吊金龟为什么传唱百年呀，其实你看他的唱词没有多华丽，唱腔也没有多么通俗易懂，通俗易懂，百姓都能接受，真的是这样。刚刚您说到24孝里的故事，我就会想到董永卖身葬父、啊、是是是，为了把自己的父亲安葬好，宁可把自己卖身，没错，也要对父母有个交代，所以这都是让我们特别感动的，也是需要我们后代去不断传承的这种精神和美德、啊、一定是的。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咿呀咿呀哟说呀，康静老师演绎了很多老旦形象，每一个都惟妙惟肖，您是怎样抓住老年人的特点呢？抓住老年人特点呢，因为我觉着这个老旦首先形体就是他要是就是跟吊金龟出场要这样一点，要抠一点胸，抠胸、啊哎、对，然后这个握棍儿，比如说这个贫婆棍儿就要这么拿，佘太君的棍儿、哎、就要这样、哎、稍微端起一点，不同身份不同的对握棍的这个方式、啊、那个赤桑镇的吴妙珍、啊、他就要稍微这样一点，但不能太挺拔、嗯、佘太君就要这种，因为佘太君他是武将出身，所以他虽然是百岁了，但是他还有他精气神还在那儿，所以从外形上先去找，然后比如说从唱腔啊要找一找他的这个厚度、嗯、就是俗话说就是老翁，比如说出这个儿啊，加一点尾音，加一点这种小颤音，儿啊，就有这个年龄感、嗯、儿啊，
就其实也可以，但是没有那个感觉，老旦太年轻了。对，当然现在的老人都很年轻啊，但是咱们演的是古代的老人，就儿啊，找找这种感觉，我觉着呢，这个老旦的基本特点呢，能够表达出一点来。嗯，这戏曲当中呀，这个一招一式特别有讲究。对，您说包括这个手也是，这个手你这样指佘太君，哎，就这样，佘太君的有时候都是剑指，因为他武将。这个吊金龟你就不能这样，就得这样一点，这手。你指他，你得这么去指。你看老人，包括这个吊龟的展眼泪，这么展，这儿这么展一展，这是频婆。您看佘太君，哎哎，就这样。那国泰的时候，那就双手端着，嗯，是这样。其实都是一些小细节，这也得平常去观察生活，观察一些老年人他们的举止。他们的表达，对对对，他们的行动啊，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位网友啊非常好奇老年人如何去塑造多观察生活，多观察，是多看我们戏曲舞台上的表演，没错，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面貌。对对，好，我们再来看请念我留言啊，是金龟记这出戏中的训子教育儿子张轩要孝悌忠信，想听康静老师字字珠玑下的情真意切，这是要点戏啊。好，我接下来就会为大家演唱这段《金龟记》中训子的这段念白和后边的原版的唱腔。嗯，正好刚才几位网友可以一起观看一下啊，是如何塑造这样一位老年人康氏的。对对，是 是。来，掌声欢迎康静。儿啊，我来问你，你兄弟可曾来到人所？也曾来到人所，本乡邻人请去吃酒去了。哦，倒是你做了官，就有人请他吃酒，想他在孟津河钓鱼之时，连请他吃杯茶的人也是木有。嗯，我这才放心。儿啊，母亲，我来问你，在家的好，在外的好？自然在家侍奉母亲的好。好，我再来问你，你这官从何处得？母亲公事所得。王氏媳妇。母亲殷勤所需。儿的身。母亲所生所养。这都。儿既知是为娘所生所养，你跪在堂前听娘敲我去，在世勤俭为本，奔波辛劳，后来不幸身染重病，十分沉重，一日一将为娘唤到床前，叫道一声老妻呀，老妻。我这病一日高黄，看看不能救于人世，我死之后并无别事挂念，只有你我这两个孩儿长子张轩，他生得性情聪颖，必须送往南学宫室，莫要耽误了他的功名学业。这次子张阿姨啊，就当凭了于你，你父言罢，他就当。
那时为娘背得衣襟棺椁，将弥父葬埋之后，又将我儿送往南学宫时，为娘又变卖家私，助你成家立业。可怜我母子再寒窑，全凭我那孝道的张一孩儿钓鱼为生，钓得鱼来，我母子就饱餐一顿，又找钓不得鱼来，只得挨饥受饿。如今你这奴才身着高官，亲自忘却那古人云：爱爱父母，生我去老，欲报恩恩，好天王计。想那乌鸦又翻不知意，羊羔又跪入之根，马又吹缰之报，犬也有食草之情，你此徒一日报，忘却不日记张权。我怕你这不孝我的奴才呀！啊！
金龟记它背后的美德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最在乎的一个事情，叫孝悌。孝是什么？孝，你看我们现在想想那个字啊，上面是什么？是老字，对不对？下面是什么？是子，子成老啊，一个儿子托举起了父母，这就是孝。但是中国古代讲孝呢，也不仅仅是说奉养的问题。孔子就说嘛，说犬马皆有养啊，对不对？哎，狗和马都能够养亲，那不敬何以别？如果人不敬重父母，那你跟犬马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这个孝不仅仅是说在物质上要保障父母的生活，哎，在精神上还要安慰父母，而且呢，在志向上要成父之志嘛，啊，显亲扬名嘛，中国古代讲，哎，这就是成父之志。所以孝是什么？哎，始曰事亲啊，开始的时候是侍奉父母，忠曰事君，中间的忠啊，是能够为国家效力，哎，忠曰立身，最后你保证自己是一个品德完美的人，无论在家庭在国家，你都成为一个好人。你再说悌啊，对兄弟有爱。我给你举一个我熟悉的故事啊，唐朝有一个大将叫做徐世绩，就是徐茂公啊。徐茂公到老年的时候，那已经是位极人臣，然后天天在那儿自己亲手给老姐姐熬粥。然后有一天呢，这个风一下子吹过来，把这个火苗吹起来了，吹到他胡子上了，把胡子都烧断了。这个老姐姐特别心疼，就说你这么大的官了，家里头有多少伺候的人呢？让他们去熬粥不就得了吗？哎，这个徐茂公说了一句很让人感动的话，他说我也老了，姐姐您也老了，就算是我天天想给您熬粥，还能熬上几天呢？这是什么？这就是悌呀，有爱，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家庭美德。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八方名家齐聚，学来了，名爵传经典，戏曲颂美德。有请美德传颂人。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愉在今夕，宴晚即良时。征夫怀远路，岂是夜何其，深沉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这首诗是苏武在出使匈奴时为妻子所作，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夫妻之间的浓情溢于言表。出使匈奴，夫妻分离，本以为很快就相见，没想到这一分别就是19年。
荏苒的时光，究竟刻录下怎样的英雄风骨？畅想经典，畅谈美德，有请美德传颂人。大家好，我是戏曲传颂人李淑建，今天我把经典唱给您听，我把美德讲给您听。苦生意，苏大魔成鬼怪，苦生意。
结账，是汉邦五个风采。这结账是汉人烈烈情怀，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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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见结账有福，祖孙在，为丈夫岂能够心胸狭窄，万般委屈抛天外，不能让人笑我还是悲哀，纵然是粉身碎骨，心也不能改，情深深为汉帮出血中名角儿传经典，戏曲颂美德。欢迎今天的美德传颂人，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欢迎。谢谢谢谢东西，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今天你要为我们讲述的是哪种美德呢？气节，俗主要是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气节。嗯，他这个结账就是使命。啊，他在北海牧羊了19年，就是不投降。嗯，啊，大单于帮他高官厚禄，他都不要，不要。最后来大单于这边说：“你不要，我也不让你回到你的国家。我给你12只公羊，什么时候公羊会下崽了，我再让你回去。我宁可去牧羊，牧羊了19年，也不忘我们的祖国。”嗯，啊，最后。听说他的父母双亡了，妻离子散了，在这个牧羊的时候望着北海，啊，望着自己啊，望着自己的故乡啊，哎，就唱了一大段戏，是非常感人的。所以这个戏啊，每到一地演出，是吧，都受到观众的欢迎。啊，再一个，它是中华民族的气节，反映我们中华民族要想强大不屈不挠，啊，就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我们都知道苏武这个人物呢，是到了匈奴19年，无论单于用什么样的计谋计策，他都是坚定他的信念。对对对。那难道他一点都没有心动吗？您在剧中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表达和表述？有，你像那个有一段戏啊，是不？一听说他的父母双亡、妻离子散的时候，啊，他望着自己的家乡唱了一段戏。唱这个中间，最后他把结账摔了，啊，一摔到地下以后说：“我太委屈了，国家也不知道我在这边的情况，我的父母呀，包括我的弟弟呀，是吧？都受了很多委屈啊。”他这个结账摔了以后，就是我不应该这样做，哎，我应该还回去，但是你回不去啊。在这种情况下，结账一摔了以后，一听到我们中华民族这种声音以后，他们拿起了结账，又感到很惭愧。很珍惜这结账，是我们大汉的骨骼风采。说到这个结账，我们知道当时这是他去匈奴之前，是汉武帝赠给他的。这个结账其实也象征了一种民族的尊严。对，我觉得使命，民族的尊严，我们都认为他就是现在的大师。啊，是为了民族的团结，啊，为了国家与国家的和谐，说这样出去就扣留了以后，他回不到自己的祖国了。但是我天天在想念我的祖国，啊，它是一种信仰吧。太好了，说到戏曲当中的美德呀，就不能不提到您的四部曲了，《忠孝节义》。这个想法，这个创意是什么时候有的呀？小时候就是父母呀、父亲呀、哥哥呀，就领着你去看戏。一跑都是跑10几里啊，看了以后对我们的印象都非常深，就是看戏中间学了很多好人，啊，你像花木兰呐、穆桂英挂帅呀、秦香莲呀，后来就来北京进修学习，
学习中间又看到了我们的清风亭啊、承英旧国呀、苏武牧羊啊、关公啊，哎呀，觉得这样的戏好得很，它是正能量。我说要演戏，就演这种能传下来的戏。后来从艺了以后，就拍出了《忠孝节义四部曲》。我知道《清风亭》里面您塑造的张元秀这样子一个老人的形象啊，体现的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孝。我们经常会说“百善孝为先”，这个人可不可教，先看他孝不孝自己的父母。对，《清风亭》这个戏呢，大家都很熟悉。雷劈张继宝，老两口正月十五去关灯时，突然在亭子上见到个孩子，哎呀，是个男孩，说省吃俭用卖豆腐给他买包子。13岁以后，他听说他的父母在京城做官了，他都跑了。最后走了以后，老伴天天想啊，奄奄气下了。最后他中了状元，父母求他，他不认他，最后给他跪到地下，最后一头撞死在亭上。他这个很感人。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拿很多年轻人的话来说，这虐心，我特别佩服您，真的是每一次的感情100%的投入。对，所以说你像我演《清风亭》这个戏，我的感受很深。现在有很多不孝之子呀，是吧？不管是城市，不管是农村，不养父母的有很多呀。20年前，我在三门峡演出这个戏的时候，演完以后，最后这天打雷劈，把张继宝劈死了以后啊，下边有两个这个青年，30多岁，是双胞胎，上去找我了。到那以后，老着手李老师呀、李老师呀、哎呀，你演的真好，俺看了以后，俺俩是对父母不孝啊，是吧？以后我们一定要当孝子，啊，如果对父母不孝的时候，那将来要天打雷劈的啊，是吧？后来说我说当天晚你放心，今晚上我们都给我老母亲、老父亲买肉夹馍啊，晚上买。后来以后停了2-3年，说他两个被评为。这个乡里边的10大孝子呀，哎呀，太好了，是吧？他是这个有教育意义。其实我知道，李世坚老师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大孝子，因为我有您的朋友圈，就在今年好像，老母亲95岁了，是吧？哎，对对对。演出的时候还专门把他请到了现场去看。有时候我忙，有时候1-2个月回不去，后来有2个多月我一直在下面都巡演嘛。突然他那一天他给我解说这个我想书见了，我姐听见以后呢就给我打电话说咱娘想你了，说中午才说晚上也说，老人有时候一说着他们想着是不是啊不好不吉利或者啥，叫我想不行啊，我正好我到第3天我到平顶山，到我离我家乡比较近，我说给老母亲拉过来，就给拉过去以后坐着轮椅从7点半看到9点半。那那天他高兴吗？他都说啥了？我夫人说你儿子唱好不好，他光嘴张着哈是发不出音嘛，好好开心、啊、他很高兴，最后走着我也是两眼泪，是吧？不容易啊，现在有的时间赶紧回去看看。上次是在平顶山演出的时候，在平顶山跟老母亲见过面。哎，之后有见过吗？之后还没有的。有多长时间了？只有快1个月了吧。快1个月了。想不想他？想吗？想。那咱今天要不见见？好啊。啊，来，我们母亲不会在这儿。来，请看这边。哎呦，您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这是我老母亲，今年95了。我老母亲叫李山。我应该称呼奶奶是不是？对对对，奶奶。哎呀，奶奶你好。这是我3姐，基本上60-70%的时间都在我3姐家。哦，您好，3姐，刚才有没有听到我跟李书建老师聊天的过程啊？听到了。尤其刚才说到了老母亲，你也帮我们问问奶奶高不高兴？高兴不高兴？高兴，爸爸说。不知道老奶奶看到了这个李书建老师，除了高兴之外，她孝不孝顺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好不好？要不然3姐来替我们表达一下。哎人特别孝顺啊，从小都孝顺，都听话啊。特别是后来这一出去上学，一出去，这多少有点苦都回来，有时候去求买粮食了，帮助老太太啊，下地以后这掰玉米来，拉玉米来，拉麦子来啊。特别是百忙之中，多少愁的苦都回来看看老太太。有时候老太太咋一听说一回来，挺高兴的。那今天借着我们这个舞台，是不是要对老奶奶唱几句？
我一见老母亲坐家里，你儿子非常高兴啊！愿我的老母亲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了仙。哎呀，太好了！你看，一个劲儿说大拇指，你看伸大拇指了。哎呀，我天哪！您知道这个大拇指啥意思吗？他说我儿子可以，我儿子真棒。那今天特别开心啊，能够跟三姐、跟老奶奶一起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视频连线哈、啊，聊了很多的家常。我们在这儿也祝老奶奶健康长寿，谢谢三姐，谢谢。那刚才啊，我们也请李老师啊现挂送给老母亲的几句唱。那我相信啊，天下很多的母亲，我们都有最美好的祝愿送给他们，是不是？接下来您送给我们天下的母亲一段您的代表作。下面我给大家演唱一段《清风定》。来，我们用掌声欢迎李淑建老师。气得我浑身打一颤，心灰，我的心灰。
上山，我给恁娘啊，把杯吹，恁娘她问我累不累，我说道为儿愿把老命赔，老命赔呀！下只有一条杯，十三年但就一干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几人变鬼，十三年俺不说如果柴奴才飞，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才华上飞，十三年做了一场梦，梦醒心都写到鬼，苦命人心间头就全被废，如今后悔绝传经典，戏曲颂美德，羔羊跪乳，乌鸦反哺，孝悌之道，人之常情。京剧李派老旦名家康敬携经典剧目《金龟记》，畅谈孝悌美德，回首成长路。有时候看到我爸爸骑车那个背影，走走走。豫剧名家李树建手持结掌显气节。清风亭上传孝道，用经典诠释美德之意，畅享经典，畅谈美德，让我们一起传颂美德的力量。